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。 听到没有？不动手，强势暴动的，动手。<笑>走吧，饿的，只要。
给我找到睡不？反思一下，为什么你的视频只有五个点赞的？为什么人家的宠物都能上万？为啥？是不是因为你长得丑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前面有个小哥哥好像住店了，怎么办啊？打120。我急了。你有病啊！你干嘛要踢我呀？我看你触电了，过来帮你的呀。触什么电啊？我是鞋子里进沙子了，我是想把它抖出来啊。但其实我鞋里也进沙子了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呀！拉起，靠，姑娘没事吧？哎，以后不要来这种地方。你看这种人，没事，你赶紧回家去，把这风也过安全。哎，恩人别走，今日你舍身救了我，我也无以为报，就让我以身相许吧。够了吧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做人一定要懂得知恩图报的。哎，不用了，姑娘，你给我一个报答你的机会吧。姑娘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你给我一个报答你的机会吧。姑娘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。哇！我打你！恩人，今日你舍身救了我，我也无以为报，就让我以身相许吧。
兄弟，对不住了，我踢了你一脚。没事儿，你救了我的命，咱们抓紧走吧。不要走，真的不要！姑娘，